谁来帮帮我？谁来帮帮我？兔子姐姐发现了一只四脚朝天的乌龟。哦，谢谢你，兔子姐姐。不客气，小乌龟，你愿意和我一起打败大坏蛋吗？哦，就是他把我翻过来的，我动作那么慢，一定会失败的。没关系，只要我们足够团结，就一定可以打败大坏蛋。那我可以叫我的小伙伴们。小乌龟一跺脚，他的小伙伴们都出现了。哇，好多小乌龟啊！待会儿就要拜托你们了。没问题，随时待命。谁来帮帮我？兔子姐姐继续寻找队友们。哦，终于出来了。啊，小蜜蜂，你愿意和我一起打败大坏蛋吗？就是大坏蛋把我扔进花里的，我这么小，一定会失败的。没关系，只要我们足够团结，就一定能够打败大坏蛋。小蜜蜂扇动翅膀，她的兄弟姐妹都飞了过来。哇，待会儿就要拜托你们了。随时待命啊！哦，天哪，我不能呼吸了，谁来帮帮我？谢谢你，兔子姐姐。不客气，小鱼，你愿意和我一起打败大坏蛋吗？就是他把我弄到岸上的，我那么笨，一定会失败的。没关系，只要我们足够团结，就一定可以打败大坏蛋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小鱼潜到水底，召唤出了好多小伙伴们。哇，好多的小鱼啊！待会儿就要拜托你们了。没问题，随时待命。请看下一集。